知道如何获得技能书之后，本期继续告诉大家如何使用技能书。技能书共有11种，大致上分为防御穿透、暴击、暴击伤害、伤害增加、减伤及 PVP 伤害加成。按下背包中的技能书后，选择赋予宠物，就可以让宠物习得新技能了。技能等级有高低之分，且同类型技能只能有一个，所以大家在让宠物学习技能时一定要小心，不要学错技能哦，不然可就白白浪费材料了。除了可以升级技能，技能书还有几率解锁新的技能空位。教大家一个小技巧，初期可以先用低等级技能书解锁所有技能空位，这样就可以携带更多技能书，大大提升战斗力。还不快去试试。